你开始了吗？先把这个盖板的螺丝打开。把车子倒下来，好，倒下来之后，这样，看这儿，这四个螺丝给它拆下来，给它拆下来。打开之后，没好了，你没暂停吧？没有，没有，没有。优化新的控制器。啊。一个是 A， 一个是 B。这个更换的时候啊，拔一根线，插一根线。啊。A， 你把 A 拿出来。A， 这根线。你就把这根线拔出来。然后再给它插进去，这样呢就不会控制器线就不会插错。这个线拔出来，插到这个上面去。这个线拔出来，插上去。然后你等会儿你就说把这些线全部把控制器全部更换之后再用相当的方法装上去就 OK 了。好，结束。